你好，等等，我是艾琳，我来自台湾。我觉得非常幸运的，就是在今年的这一段时间，大师的开示非常的精彩，而且是这个点化给予非常强大的点化的这件事情是，我觉得前所未见。我觉得整个成长的一个脚步加快非常非常大，我想它这个也是非常利益全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提升。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疫情，武汉肺炎的疫情这么严重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升整体的频率。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那今天是一个就是比较是4伯2级的点化虽然是常常接受这个电话，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新朋友，你今天你认识大师也好，你不认识大师也好，刚巧你就来到了这个频道的上，那么我觉得你只要敞开心来，让你整个的生命都让这种宇宙的爱、灵魂的爱完全的充满你。不知，虽然我们也不一定知道这个点化会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相信这是来自一个非常大的宇宙的一个正能量的爱，所以我感觉到每一次我在接受点化，然后我的细胞就一直是在滋养这份爱，然后充满了我自己，然后非常的能够深入我内在的极静、平安跟喜乐。我想这是对峙现在整体世界这么混乱的局面，这是最强大的力量，尤其是就是你内在平安、极静，跟你能够相信，你能够显化出你的健康，你要的人生的这份智慧，是来自尼西亚南达大师所带给我们的教导。非常感恩，加南登。